这个面包我不想给钱了，我拿一套营销模式跟你换。那不是，你怎么随便拿啊？这样，我呢叫卧龙，我今天呢一个小时帮你把面包都卖光，还有西瓜汁，好不好？是，不然你也卖不掉啊，那么多人你看谁买啊，大晚上烦不烦啊？我给你转200块，我帮你卖，如果说卖不出去钱归你，面包还是你的，但如果卖出去了我3你7，钱还我，行不行？我不信。我现在转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真转给我200块，成本顶多就100块，骗子。来，我现在帮你卖，好吧？好，你学一下。首先给你设计一个游戏，差异化营销，面包挑战，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吃完？99%的人吧，这个叫做概率营销。那如果挑战失败怎么样呢？就买一杯西瓜汁走吧。你来定价卖多少？10块可以了吧？是不是等于一片面包卖10块呢？你这个成本也没多少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开卖，30秒吃完一片全麦面包，100块拿走，不需要你掏任何钱，没有套路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说3、2、1，你开始啊，加油，要咽下去啊，15秒了你还看，哎呀快点，还有10秒，猛咽下去，猛干，那肯定干啊，不干老板不亏本啊。啊，结束了，超了1分钟，要不要喝杯水啊？可不可？多少钱啊？10块钱，好吧，开始。我有，哇，有点嚣张哦你啊，哇，可以啊，这100块我不想给你都不行，不能光跳不咽了啊！你怎么那么羞涩？看看人家，怎么回事？2、1，结束，张开嘴，还有是吗？不要慌，哦哟，这个吃完了，我们到时候去医院花500哦。还有3秒，3、2、1，拜拜。我们改善一下机制，西瓜汁提到15块钱一杯，好吧？然后秒数提到40秒，就算通过，把难度放小一点，价格拉高一点，因为人已经多起来了。现在开始，好吃吗？哎，岳老师，时间到，3:41，赶紧喝，不要噎住了，等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吃饭了，倒立洗头。希望你倒立洗头，好。好，时间到，最后一秒结束。要吞下去吗？失败了，肯定要吞下去啊，那这个洞插不进去啊。来，都一样的啊。对的，开始。还、有点细哦，反正就成功了一个，我们就亏了，担不担心？有一点点。还有20秒嘞。算了，吃不了了。给我拿杯西瓜汁就好。给你准备好了。结束了，冰冰的哦，现炸的，不要噎到了，好吧？不要慌。为什么要去给用户看到计时呢？因为会紧张，一紧张口水就会减少，明白了吗？别急，还有时间，还有半辈子，咽下去才算的嘛。结束，不要说话，不能喝水的哇。慢慢吃啊，这个认输了，你呢？不难吃，你问大家说好难不难吃，难咽不难吃。你看人多吧，那你想不想让这个活动让更多人看到呢？要拍到网上去哦，记得了。不行了，认输了，喝杯西瓜汁。喝一口水。不行啊，你喝我没意见，大家有意见啊，他们都没得水喝的。哎呀，好了啊，开始，不急，慢慢来。为了100块钱。哎呦，去医院500哦，贵吧？完了。我看看，没完。这些都是失败选手啊，失败选手，来吧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大家都挺猛的啊。3、2、1，结束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差不多10个人参与，对不对？刚刚围过来，我感觉都有100个人了。一片一片就代表了什么？10块，还有15块的，对吧？对。那所以说，今天晚上总盈利将近600块，要懂人性，懂变通，懂什么？懂游戏才能够做得长久。这个时代哦，落后就要挨打，模式先行。2023啊，我的面包呢？卖完了已经。请我吃饭，走吧。